我现在什么阶段？就是一个像我现在回答一样，就是会回答不出来的一个阶段。嗯，就是还蛮舒服自在的阶段啦。然后对，很多事情都还蛮有目标跟方向的，可是也需要思考解答的地方。嗯，就是介于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阶段。